共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禹话说宋朝，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，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禹茶馆，选择收听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征战金国，铁木真迅速进兵，兵临城下，木华黎临战凶关，居庸关放向蒙古的军队开始了强攻。那哲别临阵了，是吧？这会儿不交给木华黎了，交给哲别了。哲别临阵是锋锐难当啊，你不管是他之前在蒙古草原上，还是不久之后在更远更大的草原上，也就是说哲别必须得在草原上才会无与伦比。可这次是居庸关，他之前的全部战术都得重新制定了。更要命的是居庸关上啊还有大炮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时候那个大炮啊是巨型的投石机，那要再过40多年，世界上第一件以黑火药燃烧为动力的武器才会在南宋军队当中出现。可是这并不妨碍哲别被上面滚下来的大石头砸得满头包。这哲别呢是谁啊？是不是啊？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啊！以最快的速度冲了上去，减少了头上起包的数量。之后，他对这些大炮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，并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大汗。蒙古军纵横欧亚大陆，靠的不只是战马、弓箭、长刀啊，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大炮、巨型投石机。准确的说，这东西叫西域炮，这种战械的功劳啊。居庸关陷落了。金国都城中都大兴府袒露在蒙古军面前。这座城市在唐朝的时候叫幽州，辽代的时候叫燕京，那是燕云十六州之首，现在我们管它叫北京。经辽金两国百余年的这个两百余年的经营啊，它已经呢成为当时中国北部最大的军事政治中心了。中都呢分内外两城，外城周长5328丈，那四周呢还建有各州长达到三里的子城。城上呢是楼鲁城堑啊，这个兵库粮仓俱在。城外呢，这个内外两城间呢有通道相连，是具备立体梯式防御的重镇。金国魏少王完颜永济啊，下令全城戒严，男子不得出入城门，以待蒙古军临阵。公元1211年9月，蒙古军出现在中都城下，双方在城墙内外进行了残酷的消耗战。蒙古军队意料之中的没占到便宜。以西夏都城中兴府为例啊，蒙古军与之相持数月，连黄河决堤都用上了，无济于事。可以想见，强攻金国都城对现阶段的蒙古军来说还是有点不太现实的。可是金国这边呢更悲惨。怎么惨？不是每座金国城池都像想象当中啊，这个或者说是像这个中都这样的啊，这么坚固。韩代游牧民族打仗是非常精明的，他知道怎样从根本上削弱对方啊！成吉思汗兵临城下，亲自震慑金国上层，而他的三个儿子呢，朱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，分别袭击燕云十六州的七域州城，什么云内东胜了、封禁武硕了等等这些地方，相继失守之后，蒙古军的欲望无法控制了，他们冲出了两河地区，东至平峦，南起青藏，那、东北由临潢过辽河，深入女真发源地，西南呢至新代等地。这一下子扩展了，基本上整个中原这块地方全都是蒙古队军队的了。蒙古军所过之处一视同仁，你不管是契丹人、女真人或者是汉人，那、都什么呢？史记里边怎么说的？史记里这么写的，叫无不残灭，两河山东数千里，人民杀戮激进，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，是乌炉焚毁，城郭丘墟。很残酷吧？这就是战争，通过无节制无原则的烧杀抢掠，毁灭金国最富庶的区域。这个做法是从根本上打击了女真人的实力。两河赤地千里，人烟断绝啊，这不是短时间能恢复的呀，哪怕用十年之功也无法尽复旧观。在这一场浩劫当中啊，蒙古人针对的是女真人，但是杀的却大多数都是汉人。为什么呢？没办法，一来战争当中误伤难免啊，那时候是冷兵器时代，对不对？二来这个时候的中原呢
到底谁是汉人，谁是女真人，谁是契丹人，谁是新人，谁是党项人，根本分不清楚。托这个金章宗完颜景的福，他全力以赴的推行汉化，搞得各民族真的就统一了。金史国语解当中啊，记载了女真姓改汉姓的资料。你比如说完颜姓，汉姓曰王，兀古伦曰商，赫什烈曰高啊，图丹曰杜，女西烈曰狼，那乌珠这个乌言曰这个珠啊，蒲察曰李，哎，延展曰张，这曰就是说他改的啊。你比方说乌古伦改姓商姓了啊，现在有商姓的朋友可以研究研究，是不是？这个赫什烈呢改姓高姓了啊，图丹改姓杜姓了，是不是？女西烈改姓狼姓了啊，也不知道狼之岛啊是怎么情况？还有乌言呢改姓朱姓了，当然这都是多少年前，1000多年前的事了啊。你比方说温迪罕曰温。啊，石抹曰萧啊，这个奥屯呢，曰曹啊，贝术鲁呢曰鲁啊，还有这个伊腊曰刘啊，沃勒呢曰石，等等等等，这一系列的啊，改的很多啊，其后氏族或因人变异难以辨举啊，故载其可知者云啊，这是史书当中的记载。这么多的两姓人，而且都讲汉语。完颜景时代啊，不少女真人竟然称自己的母语是番语。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，这让突然冲进中原的蒙古人你怎么去分辨呢？当然了，咱们不是为蒙古军队申辩什么东西，不是说他杀人就是对的啊，只是指出当时中原的实际情况，这在不久之后的中原大乱局当中会起到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。回到中都城下，蒙古军抵近城墙，强攻不止，三个月之后中都的外城被突破，而内城的防御更强，原有的兵力在更小的范围防御呢能更持久一些，一切迹象都预示着蒙古军无法大有作为。但是金国的上层挺不住了，魏少王完颜永济遣使求和，愿意像西夏一样献出公主与成吉思汗和亲，至于说称臣绝不可能。成吉思汗乐了，哼，和亲急什么呀，蒙古大军至此难道没有犒劳吗？他提出索要骆驼30000头，牛羊各50000只做犒军物资。金国人不傻，知道为什么要这些东西，蒙古人没吃的了，你要真把这些东西给了，你事情就麻烦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要真说把这东西都给他了，这些漠北野人更不走了，他们说可以给东西，但只限于金银绢帛，我给你这不能吃的啊，还真就把数百袋丝帛送出城来了。成吉思汗怒了，为什么怒了？你个瓮中之鳖，胡同里边的驴，你还敢反抗啊，你还敢朝呢，你还送了百袋丝帛出来，你干什么呀？成吉思汗下令当场烧掉丝帛，继续强攻，无论如何攻破中都的内城。可是呢没有进展。怒火有的时候可以转化为实力，但是却不能直接对等。这一年的春节啊，就在攻守之间过去。转年初，蒙古大军的粮草终于断绝，而在超级广阔的金国辖区之内，各路援军也在向中都逐步的逼近，形势所限，成吉思汗下令得了，撤吧。这是蒙古第一次伐金，到这儿就算结束了。看战绩啊，堪称辉煌，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效率。从野狐岭会合堡全歼金军主力45万，到长驱直入围困中都，再到掳掠周边大伤金国元气，每一个步骤都做到了完美。如果非要说瑕疵的话，就是中都没拿下来。攻城这件事儿的确是这个时间段的蒙古军的短板，由于地域的原因，他们很少面对城墙作战，这让他们骤然的面对当时世界上最高大最坚固的城墙的时候呢，无计可施了。可是尽管这样，成吉思汗也没太在意，只会躲在城墙后面苟且偷生的人注定对他没什么威胁，他要做的就是尽量打碎那一层坚硬的外壳而已。如果实在不能，那就一直围着，直到里边全城饿死。这回啊，他可有经验了。妈，有什么经验了呢？大不了下次在围城的时候多准备点吃的嘛，对不对？比城里多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我吃的比你多，我这撑的比你时间长不就完了，你饿死不就得了吗？蒙古人这边在总结经验，女真人呢再忘掉伤疤。中都解围之后啊，援军呢也陆续到达了，一时间呢军队啊物资啊都在这个快速的恢复当中，按说他们应该抓紧一切时间尽量多恢复，以备下次蒙古人再来吧。可是这个金国的皇帝魏少王完颜永济啊却在干着相反的事儿。
什么事儿呢？回首战况啊，一大批能力低下、品质更低下的金国统帅等着处理呢。比如说什么完颜成玉、胡沙虎啊，这两个人，一个一战损失40万兵力，导致两河山东诸地失去平户；一个未战先逃，杀县令、抢库银，破坏军纪、践踏国法。从哪方面来讲，都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。尤其是国难时期，正要借这种败类的人头提升民心士气。连宋钦宗都懂的道理，完颜永济偏偏反其道而行之。完颜成玉被任命为咸平路兵马总管，仍然是军中首屈一指的大佬。胡沙虎被封为右副元帅，哎，升官了。这让女真人情何以堪呢？啊，都是啊妈生爹养的，穿衣服吃饭长大的，这玩意儿也太不公平了吧，太让人生气了吧。哎，可是完颜永济啊，人根本不理这份胡子。他正在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呢，具体做法是派人联络成吉思汗，哎，看看怎么着咱们两家能成为好朋友啊。当年的二月份，消息从金国北部边疆传来，成吉思汗呢根本没出金国的边界，就是在那儿歇了一口气儿。他给出了答案，说行，想成为朋友是吧，上次你答应给我们的公主呢，啊，除了公主之外啊，你还得割让广大的土地，这两样你做到了，蒙古人才会真正的退兵。中都这边可就陷入了温山会海了，一大批的完颜们围坐一团，讨论怎么还价啊。结果是公主可以嫁，完颜永济呢舍不得亲女儿，可以把前皇帝金章宗完颜景的三女儿顺国公主嫁过去，外加呢每年给你300,000两岁币啊。至于土地嘛，既然完颜永济已经忘记了伤疤，就决定我们还是不给了吧。成吉思汗一收到消息怒了，不想给就不用给了啊！行，秋天呢我带兵过去，到时候土地、女人、钱全是我的。公元1212年秋天，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围金西京，就是今天山西大同。这座城市之前被蒙古军攻占过，现在仍然在金国的手中。这是因为蒙古此时的欲望全在财帛子女，还没有对土地产生过于旺盛的欲望。成吉思汗曾经说过，为什么要守呢？把土地留给金国嘛，那是我们随时可以收割的牧草嘛，所以两河区域山东诸道攻占掳掠之后全部不要，让女真人收拾残局，收拾好了经济上来了我们再来打一回。这一次蒙古军队没有去围困中都，而是选择了一条看似偏斜的路去攻打了金西京。咱们刚才说了山西大同，金西京就是原来辽西京啊，作为曾经辽国这个国都的这个陪都啊，作为源自北魏平城唐代大同军故址所建的名城，它有着巨大的声誉和坐镇中原西北的实际意义，这些让金国没办法把这个城舍掉。接到战报之后，魏少王完颜永济虽然很犹豫，还是派出了元帅左都监啊奥屯乡呢去率领重兵去援助去，而这也正中成吉思汗下怀。事实上是什么？有援助，那咱们就围城打援吧。蒙古军野战无敌啊，你要不援助，那我就围着你西京嘛。这次粮草充足，哪怕不打只困，我也能让你进西京陷落。实力硬道理。金城一入之前，咱们讲的奥屯乡的援军在途中就被蒙古军伏击了，全军覆没，他本人仅以身免。蒙古军随即围攻金西京，用数据推论，金西京除了被攻破饿死城、这个饿成死城之外啊，再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。然而这个时候的金西京城内的主管呢是金国左副元帅啊，兼西京留守默然尽忠。这个人的名字好啊，一颗红心像太阳啊，尽忠嘛。他的行为更加相符，自从蒙古军围城之后，他日夜上城啊，全力防守，每天从城上射去的箭从来没减少过。事实上是太多了，很多很多的箭四下乱飞，其中一支不知道啊是技术太好了，比折边也不差，还是说别的什么原因，哎，不偏不倚扑扎到成吉思汗本人身上了。哎呀，成吉思汗坐着这憋屈啊，我多少年没受过伤了啊。有些时这些时间以来，铁木真成了成吉思汗了，可是并没有像赵匡胤那样啊坐在宫殿里遥控指挥，很多战斗的关键时刻他都是亲自领军冲锋的，哎，所以说之前都没受过伤，这回真是中了奖了。郁闷之余呢，他决定啊，我们先歇会儿，回去养养伤，完调整一下我们再回来。蒙古军呢就从西京啊撤军了。
猛然进中一时啊，风头尽出，华丽的进入中都内城，成为了官方树立的女真英雄典型，用以鼓舞士气。这个时候是公元的1212年的秋冬之间，回到大历史的天空之下，蒙金之间彻底决裂开战，眼见着天翻地覆，大乱已成，曾经的东亚第一强国是摇摇欲坠。如此巨变，南宋西夏却无动于衷，各自忙着各自的小事情。咱们先说这个西夏啊，西夏的皇帝啊，哼，又换人了，靠取悦老太太得以上位的夏襄宗被堂侄儿啊李遵顼呢给推翻了。一个多月之后呢，不幸暴病而亡。李遵顼自立为帝，改元叫光定，称夏神宗啊，不是光着定啊，是伟大是吧？光荣。这个又有定力是吧？光定是吧？这是一次标准的宫廷政变。政变原因呢，很可能是夏神宗啊看不上堂叔这个颠三倒四了，什么玩意儿是吧？为了国家利益，为了皇室永存，铤而走险了。那么从资历上来看呢，他完全可以这么想：夏神宗是西夏诸帝当中啊最有文采的一个，他是夏桓宗天庆十年的廷试进士第一，就是公元1203年那年啊进士第一。也就是西夏当年的状元，说实话，这真是历史上少见的奇才。以汉人五千年历史来算，也没有一个皇帝说能拿过状。当然了，这个皇帝拿状元的这个事儿也没有过，是吧？因为这皇帝不用参加考试啊。全世界都期待着这位状元皇帝的表现，这个咱们先放在一边啊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再来说说久违的南宋。之前咱们一直在这说蒙和金之间的战争啊，南宋呢得有两集没说了，咱们再说说南宋。不是忘了说他了，而是实在没什么好说的。新上任的权臣史弥远实在是太卓越了，他迅速的进入角色，干得比曾经的韩国戚高明的太多。很多人想不通，说一个没经历过什么巨变，没有过血泪发家史的中下级干部，怎么就一下子达到权臣的最高境界了呢？通过秦桧我们知道，权臣的最高境界是把整个国家搞沉默了，看似平静祥和，实则一潭死水，没有任何不同的声音发出。至于他是怎么达到的呢？史弥远就和秦相公不一样了。秦桧啊和女真人联手压制南宋整个国家，连皇帝在内也不敢不从，这是强迫的。史弥远呢却是阴柔的狠毒的，不动声色的，必要的时刻他还懂得妥协。比如说就在这一年里，在他的推动之下，南宋颁布命令啊，这个朱圣人撰写的《论语集注》啊《孟子集注》啊作为太学读本，以后官方科考的取材高下，就以这两本书为准了。理学界道学家们是一片欢呼，哎呀，权臣史圣明是吧，这个史太圣明了。这就是呢南宋在天地如此巨变的大事中所做出的应对。这是什么行为？鸵鸟行为啊，把脑袋扎到土堆里之后就觉得天下仍然太平了，可以安然高卧了。再强调一点啊，南宋对刚刚发生的蒙金之间的战争啊并不是一无所知的。开禧北伐结束之后呢，南宋还像从前一样每年都派使者在各个特殊日子里去金国去拜访去。最近几次因为战争没能进入中都，回城的时候两河山东地区的惨状啊都看在眼里，可是南宋这边呢无动于衷。江南的天空笼罩在粉红色的桃花雾当中啊，缠绵悱恻，塞北的风云继续的变幻，凛冽的寒风从最北方不断的吹来。一年之后，公元1213年秋天，成吉思汗的箭伤好了，复仇之念大至，决定再次出兵。正巧同一时刻，金国的东北方出现震荡，兵力为之分散，这让蒙古军平白获得了额外的主力。那是成吉思汗在今西京城下中箭的前后，金国皇帝魏少王完颜永济不知哪根筋扭到了，突发奇想，在整个国土面积上寻找潜在的危机，觉得辽东那边最紧迫，准确的说是辽东方向的契丹人辽金的世仇。那么完颜永济究竟做了哪一件糊涂事呢？成吉思汗这一次三征金国是否能够成功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你想骂那孙子吗？
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